今仔早上按好来台东北南乡古山达鲁马，那是啊，公民一道行的古山，弄个因呀二十以上按八八四十个零几古山绿色发电海带拉数八点那路咩，还三年那是啊按五米道行的黑人弄八八四十个零几，买哈希拉该的罗摩多的个金滴滴个以上按八八四十个零几，属于马的该的是大卫呢，今仔早上按一三年来哈哈伊拉什么？好多哈希拉，那些马苏顿尼古山噶，塞吉纳斯阿桑安，那些阿巴什克拉诺伊马哈班，那些阿乌米托尼古山达鲁马克公民电力公司，达拉达吉达。我们达鲁马部落又有水利发电厂总共有两部主那个主机一部主机有400kW两部就800kW。那接下来就是来统合整个我们部落的电力，来做现在把部落能够自主来管理自己的电力。阿姆拉罗顿，伊萨格瓦达安的吉纳斯阿桑安，努新新然后胡莫邦阿哈麦哈阿姆努卡吉纳斯阿桑安，努纳马拉亨希尼卡卡巴巴斯丹卡林基卡阿乌沙，海萨尼海达罗沙，比纳巴斯努卡哈希拉卡林基，阿什甘嫩希尼来卡拉罗顿南吉长老教会，麦哈属来天主教会希尼努巴巴斯卡林基盖达希拉，伊萨尔吉纳斯阿桑安。达鲁马克，阿姆海达多，希尼古山嘎嘎巴巴塞丹嘎林基，比纳巴塞，阿姆海达兰巴斯千瓦。我们整个发电量，以20kW的发电量的话，以台湾平均的年发电量，整个台湾平均年发电量是1250度，每一 kW 一年可以发1250度，所以我们可以去估算一下，我们20kW一年大概发2万多度，2万1到2万2万2。大概这个度数，所以大家可以再算一下，我刚才讲的一度是6块钱，所以我们整年的发电售电的额度大概可以到12万、3万、4万以上哦。古山达鲁马克电力公司，阿姆鲁姆顿甘莱希尔努甘麦伊耶，伊萨阿姆鲁姆顿甘布霍尔班莱希尔，明沙拉希尼卡格保格安，马乌基古沙伊奈金德斯阿桑安甘新新莱后，马海拉伊奈仍仍甘马明埃乌希尼古山卡卡巴巴瑟希尼古山哈然甘麦伊耶，那肯尼随随地希尼阿马里卡莱希尔，麦哈塞金德斯阿桑安阿伊尼亚希尼古山。农巴巴色噶零几。那刚才主席有提到了，我们100万股，我们目前是分成100股，那每一股是1万块。那目前的整个进度，整个集资的进度已经到了71股。那部落的这个出资，部落朋友的出资，将近40%。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可能环保团体的朋友。很期待了，因为参加这个入股，其实自己也蛮。支持这样的就是绿电的发展我的部落本身就有自己的电厂嘛，不再用合三合四的电，就自己的电力来发展自己部落产业。以上那个达鲁马克电力公司嘛，马那边跟不上。那今年罗摩多那个我意思那个伊马哈班，我们到今年来吉纳斯阿桑安那个买伊耶，来阿桑那个新鲜然后弄巴巴色子个林基。今年古山伊马海达伊马盖达个比那希拉吉拉罗米个吉纳斯阿桑安来达鲁马克，伊萨麦哈沙邦今年古山个绿能部落麦哈阿姆那个伊那今年安个格让伊安阿姆我们到今年个格里阿布来吉纳斯阿桑安。你有该要到比那多罗多。